好大一包呀！为了台湾零食，我愿意哦。我们是三人合体。哎呀，好亲切呀！台湾的东西，大宝，这才是冰山一角，点点。对，这个我也想吃，大家看，两个，我要猜一个，我要吃一个。鹅仔煎，娃娃煎，娃娃煎，娃娃煎，你就把它放在你公司电脑上。它就是为了顺嘛，吉祥吉利。我应该回来，这是我很想要的。希望你每周都能回来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台湾的零食，真的都是我的。我比较爱吃，过留点吧。因为旁边有一个小铃铛，记得帮导盲一定要点开哦，这样我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。谢谢大家支持原创，我是党党 YouTube 唯一账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党党，这是我的妹妹原子，这是我的妈妈李老师，我们三个终于合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党党。大家好，我是党党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党党妹妹，我叫原子。今天的开场有点长，大家习惯一下。我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妹妹，就是那天给我送花的那个，叫什么？我叫大力爸。这位是李拍拍。哦，我说我是个李拍拍。对，然后大家还说李拍拍可以又开始拍了。大家也可以看完这集影片，也可以给妹妹起一个你们喜欢的昵称，让粉丝给你起一个，怎么样？今天呢，我们不是两人合影，我们是三人合体。刚刚从台湾给我的家人们带回来了一堆台湾的零食，妈妈可能多多少少有带，可能有啊，有点见过一些。对，但是妹妹是从来没有看过。那天你记得你有给我拍一个乖乖的？哦，对，你知道那是。台湾的牌子，我给你带了，我给你带了正宗原汁原味的，有点夸张，因为你看妈妈给我找个袋子，好大一包呀。那我们三个先把它摆一摆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你给咱摆一下，嗯，两包新面，对，摸一下台湾的好吃的东西，这个感觉分量很大。因为这一集其实是我妹一直要求我赶紧拍的，因为你是不是觊觎这一袋吃了已经很久了？对，这个是咖啡，对，很想尝一下啊。你刚刚不就说要喝咖啡？好，又是一碗面，对，这个发雕哎，对啊，有辣的，对啊，我应该很爱，你也很爱吃，乖乖，乖乖，这个我很想要的，好像等一下我跟你讲它的故事，包装儿歌，那你一会儿唱一下，好，这个等一下我跟你说，这个好像不是吃的，啊，这个更，这个更。这个好吃，嗯，其实是不是有点多？对，非常多，红雀香酥菜。但是我感觉就是大陆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，哦，尝尝要有。但是这个是台湾人的记忆，就是很从小吃到大的那种。这个好吃，你又知道？我爱吃这类东西啊，好，我有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，但哎，又是一个乖乖，对呀，黄乖乖，黄色的，然后刚才是绿色的，对，然后姐姐等一下要唱了，啊，没有，赶紧。别一天给我安排活儿，这个是看不出来哈，这个是果冻，这个还是果冻，对，不一样味道，对啊，两个一样的袋子，哎，这个跟这个泡芙是很搭的，是的，哎，你对吃的果然有那种天赋，必须的。咖啡，你先放这个，因为当时不好带，我就把它盒子给拆了。三个颜色一定要都再看。我可以拿，我为了你，然后品尝到就不同口味的都给你买了，又好看起来很好看。你等一下一定要知道味道，又是看，对，好像这个等一下我要让你发音。再见。烤要吃脆的吗？这个是一个饼干，就是个口香糖。哦，这个不是口香糖哦。妈，你眼熟不？你们拿这些东西，反正我在三丰转的时候，有些我见过。哦，你自己偷偷转的时候都见。哎呀，好亲切呀！一堆台湾的东西带过，而且是我人肉带过来的。不是淡水那个是？不是，你看妈妈还记得淡水那个叫什么虾酥吗？鱼酥，哎，鱼酥虾酥，淡水那个啊，有点像，因为它也做的是这种。也这是个真油味儿，就是鱿鱼做的。对。啊，这个味儿应该也挺好。哎，你这个角度有点像代言人。像不像？你看，给他厂家做广告，哎呀，要给我广告费的。对，我给你联系一下业配。我妹有话跟我说，来吧，大点声。就是姐姐，你一定要，我希望你每周都能回来。每周，先把钱准备好。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台湾的零食，是不是都很特别？对，就是因为我感觉这应该就是一点点啊，应该还有很多很多。嗯，那我不行，你之后还要来的呀。哦，对，跟粉丝说了，我说等到你的自由行全部开放以后，妈说嘛就领着妹妹，或者让妹妹先来，然后妈妈再来，就让她再带着你，
好好逛一逛。对，然后你再看，好吃的多了，然后吃当地的，你就想吃很久，这才是快点开吧，这才是冰山一角甜点。对，好，但是这个啊，乖乖，那你有没有在台湾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些那个收银台或者一些机器上面有放这个？对对对，就是，我跟你说过吗？说过，说过是啥意思？就说是个。口椰子各种各样口味的呀，咱们这是椰子的哈。还有一个，那妈妈不知道，在台湾会给机器、电脑或者一些就是电子设备上面，它就放一个乖乖。嗯，台湾的讲法就是放一个乖乖，那个机器就会乖乖，哦，它就不会出错误。对对对，不会宕机呀，不会那个就是给你搞一些事情。那就是这个让为了把它。他就是为了顺嘛，弄个就是顺比较顺嘛。那我那天好像看综艺，就是也是台湾的，他们说他们开拍之前也会买这个。哎，对，看来台湾综艺没少看。吉祥，对，然后就代表吉利。我开始去，我还觉得挺有趣的，但是没有人放黄的啊，因为绿的就是那个绿灯。一路畅通。哎，对对对，黄的那不就要暂停了吗？但是口味上这个是甜的，这个是五香的，五香是咸的。乖乖，我们先放一个甜，然后下一个就是妈。你的主角，这个其实我是给你买的啊，面，对，这个我在台湾我自己还吃过两回这个面呢。然后有一次我是要寄什么东西给你啊，还给我寄了几袋啊，我是随便在 Seven 买的，就是那样子寄包裹，它可能比较顺一点，就是你有一个吃的，然后我就随便给他买了一个那种还是素食吧，素的，纯素的。结果妈妈说，我给他吃完了，通通吃掉。哦，我本来是夹带让他。为了寄包裹寄回来，他吃完了，他说好吃。肉燥面，台湾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吃过的方便面啊，肉燥面，这是很受大众欢迎的统一面的肉燥特大号，这盒子不是很大呀？啊没，哎对呀。对呀，为什么会叫特大号呀？这盒子比它大多，怎么干面可以附汤的，两吃一碗，就也可以干吃，也可以把它。泡成汤的吃，嗯，重量大，你看这个110克呢。台酒就是台湾有一些厂子，就是酒的和糖的就会有台糖，就是台湾糖厂、台湾酒厂。那这说明意思它是台湾酒厂出的。对，因为花雕嘛，花雕不是酒，花雕就是酒。花雕是花雕是一种酒呀，像咱们这边，对，你说他说对的，端午节的人就喝讲究，南方人讲究喝花雕酒。哦，是啊，咱们就喝花雕酒。那我买对了。那边人挺喜欢喝点花雕酒。一枚小泡芙，只要在台湾讲到零食或者是小时候，有点就是有种我们小时候可能吃一个牌子的面包，我们就从小吃到大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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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个已经几十年了，都是大家的儿时的记忆。哦、对，让你们也感受一下台湾人的儿时光景。啊，对啊，1934年。哇塞，哦，那这个很有历史，快百年了，很有历史。这个是牛奶味的，对，这个是巧克力，草莓牛奶。我记得好像台湾人比较喜欢吃草莓味的，我老公比较喜欢吃草莓味。他有一个吃法，里面不是有这个夹心吗？把它冻在冰箱，哦，吃起来就有点像冰淇淋那种口感。啊，哎，对，里面那个就冻成一块冰块，然后也没有那么腻了。方式可以冻一下。对，等一下你就把它。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试验试试这样吃法吗？这个先考你好了，你这个去过台湾的人。蚵仔煎，它肯定不是读蚵仔啊，蚵仔煎，念一下，你念给大家听。我看那个偶像剧的时候，对，娃娃煎，娃娃煎，娃娃煎，蚵仔煎，对不对？我读的对不对？来，蚵仔煎，让我这个人给你们教一下，一个是蚵，对吗？啊。啊，煎，鹅啊，就然后你的那，当然你也不要分开，鹅啊煎，就是鹅啊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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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你可以把它取掉那个对，鹅啊煎。妈妈有去宁夏夜市吃过真正的鹅啊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。好像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哈，但是那个挺红火的哈，很火的那家。说到台湾，我们都是之前看那个啥嘛，偶像剧嘛，对，看台剧的时候，谁不知道鹅啊煎哈？对。然后这个可乐果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这个嘛有点像那个，这里有写豌豆酥。哦，豌豆酥。你这个吃完以后，你就真的是到地了，老朋友，你看一看是。然后这个果冻就是它这个也是台湾一个挺有名的做食品的牌子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会给你买果冻，是我圣香珍台湾的果冻还挺纯的，就是它没有什么添加剂，对对对，然后吃起来我觉得还挺健康的，水蜜蜜桃加白葡萄的，这个我一开始买这个，但我后来发现这个还好，重点是
什么口味？讲出来。芭乐。对。啥的？芭乐的。芭乐。哦，芭乐的。对。台湾最有名的水果呀。对，一般大陆，比如说我们会去买果冻，那它也不可能出芭乐口味的呀。芭乐就是台湾的水果。芭乐是台湾的水果嘛，而且是比较有名气的水果。这个我也想吃。啊。大家看。切。两个颜色呀。直接切。我要拆一个，我要吃一个。那我也吃，我们从你也吃个芭乐的吧，咱们都吃个芭乐的。这个和这个颜色很像，但是啊，那这不一样。看到吗？上面这里，它有个这个剪子上一撕就往嘴里一挤，是吧？对。还有这个汁啊，好芭乐，好芭乐，这是什么评价？嗯，就是芭乐味吧。嗯，真的。但是你就会觉得它不太像调出来的，就可能是真，就是肯定是纯果汁，肯定是纯的嘛。是很芭乐。嗯。就没有其他。我在看这种。就很有味道。还有白葡萄，我在吃。我感觉你爱吃果冻。对啊，果冻肯定好吃。那个是有两个味道的。嗯，果冻也适合老年人呀，虽然是小孩吃的，也适合老年人呀。啊，你不老。我不老，我是。大家，我要敢说我妈老，你们都得来跟我算账，评论区都得跟我翻脸了。嗯，白葡萄的，嗯，好吃。来这个，然后你还喜欢这个吗？那这个我喜欢这个果冻这个。王瑞，你拿这个。我喜欢果冻这种抠盘的这个。啊，所以你去台湾，你不太爱吃芋圆嘛？对呀，我是喜欢那里面那个，就扣台那个，还有一个颜色，再吃一个，能不能进行下一项了？哎，别着急，让把这个吃了。而且它很方便。对呀，这多方便！我觉得这个吃起来会一直不停的，就一直吃一直吃。这个就，就纯粹就水蜜桃味，是不是？哈，都好吃吧？我就正在吃，正在。但我感觉那个刚才芭乐果的那个味道，就是最好，特别。比较特别，不是，就因为那个吃那个水果啊，不是，不像在吃芭乐果。你像这种葡萄呀、蜜桃，你可能常吃，在这边应该常吃。那个芭乐果在这边应该，因为它是纯粹台湾水果，你可能还是吃的少。而且它那个甜，我也感觉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甜，好像不是加的糖，是加就是果汁，不是很甜，果的味道。我吃着有点酸，吃着也不是很甜，对，味道。好，那你就不要吃了，你吃了我们都少吃一个，你到时候回去吃吧。这个我从来都没有吃过，但是我看 Costco 嘛，咱俩去逛 Costco， 它有那个大的。哟，这个可跟我吃不了吧？它会不会很辣呀？反正有出那种很大包的，那代表这个很多人会爱吃。哎，这个是日本的。刚开始也是觉得它是日本，我就把它放回去了。后来我一看，它是台湾这个公司出的，它是日本技术指导。这个是那个菊若，菊若就没啥热量。就这俩字啊、哦？对对对，就这两个字，菊若，菊若就是菊若，菊若要怎么给妈妈解释啊？它是什么做的呢？我只知道它没有热量，然后吃起来会有饱腹感，有点多吃也不会胖。好，那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这个森永牛奶糖，这个也是他们从小吃到大，这就是比较最老的一种糖果。对，你看它包装就是。对，你我看它这个小盒子挺可爱的。然后我为了回来，我要抽一个。啊，好。我为了回来早上也有咖啡喝，然后也给他们带一下，我就买了这个罐耳。然后这个牌子是台湾的那个咖啡店的博朗咖啡，然后黑咖啡吧？对，黑咖啡直接罐的。今天就是这样了，我们把所有的零食都开了，就像妈妈刚讲的，冰山一角没有。是呀。你逛个超市，你都知道。对呀，你看那个品种有很多种。对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这个，刚刚好香。妈，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朋友，他特别喜欢，然后这个东西在台湾卖非常的便宜，几十台币一盒，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年，你就知道就是大家都很喜欢。然后这个味道也是闻起来很舒服。哦，这个我们把它打开，因为它这个包装有一个这个拉链袋。哎，这样的我今天就只能吃一个。啊，我吃了，我一下就拿了我拿了两个。跟我比起来，别说我在是吃货了，这吃货在这儿呢，大吃货小吃货。好非常好，差不多喽。哎，姐，这两个还没有讲啊。这个，老杨起来了，老杨方块酥也是。我现在讲一讲，我觉得我不太专业，反正教给大家吧。我当当讲的有什么少的，然后你们帮我补充，就知道。反正就是他们都很爱吃这个，台湾很爱吃，然后也是很久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吃了很久的零食了。美味食素世代流传，那种养生饼干啊、哦，这个。
还有这个孔雀香酥脆，这个也挺经典的画的广告，我觉得还挺有台湾广告的那种感觉，搞笑的那种。小鸭子没有，它是个鱼，是鱼吧？它这是个鱼子。然后它也有别的，我印象中的孔雀香酥脆都是蓝色包装的，我就拿了蓝色的。对，它也是乖乖的。对，它也是跟我开封是乖乖的，我以为它是单独的一个。圆圆现在乖乖嘛，就是。那怪不得呢，它为我而来。哈哈，为你而来。你回去把这个乖乖就别吃了，对，你就把它放在你公司电脑上，然后一定有会有你同事问你，你就放了这干啥？供起来。你就给他们讲一下台湾的这个小故事。对，你帮台湾的这个小故事发扬光大一下，我觉得还挺搞笑的。你说大家都要放啊，放了就很顺了，你的电脑也不出问题了，对，工作很顺，什么都顺，资料都不会，什么都顺，哎，就是吉祥物，对，吉祥物。妈妈说她把这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。完了，这个果冻呢，我比较爱吃，果留点吧。我妹去打电话了，妈妈说果冻要给她留下，因为我刚刚说这些零食最后都让妹妹拿走。我留点就行。好好好好好好，留点就行了，还是要让年轻人多吃。我就是当打个牙祭了。哎呀，大家想看你，再给大家拍拍你。看妈妈在我们家这个客厅坐着，哇，好美啊！你在这里看起来好有气质的感觉，李拍拍。说嘛，大家都这么说，你也这么。可能是大家说我之前咋没发现？我就不客气了，不客气吧，拿走吧，我要走，这个我要放冰箱。我没有看出来你有多客气。快一点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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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巴乐那个来，给我装，给你分一点。好了，我妹现在在纠结，人家俩要分享，要分你喜欢哪个分哪个无所谓泡面啊。那你最后拿哪个了？我最后拿这个啊。那好吧，就是妹妹拿了这个肉燥面，我看着那个很小，就这个盒子很大，但这个写的是特大，我就很好奇里面到底啊。到时候吃完以后有什么感想，给我们分享一下，什么心得？对，发个朋友圈去。怎么样？这个味道超级赞。以你这种常喝咖啡的人，不错吧？每天都要喝一杯美式，嗯，但是我一定要就是现在就要尝它，因为香哈。对，这个咖啡豆闻起来很香。好，真的都是我的。啊，对呀，你咋不相信哈？怕我骗你？我只是担心你离减肥之路越来越远。为了台湾零食，我愿意哦。不错吧？对，特别香。我感觉我最近这一周的这个早餐咖啡都被你给承包了。嗯，被台湾咖啡承包了。对，人家是冠军咖啡呢。哎，等到你去那个啥台湾了，我再带你去人家店里面喝。好，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那记得哦，点赞订阅哦，一定要帮姐姐开启小铃铛。嗯，靠谱专业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